我和他在一起快两年了，发现他的脾气吧，还是从来没有改变过，还是一言不合的就对我冷暴力。他总是说我冷暴力，可是从来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冷暴力，总是一直说我脾气不好，可从来不问我为什么会对他发脾气。他说他没有安全感，我把我身边所有的异性都断了联系，而且在为人处事上面他真的是特别幼稚。已经两年了，他身上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变过。从一开始的嘘寒问暖到现在的不理不睬，他累我也累，这样的感情还有必要走下去吗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男嘉宾于先生，22岁，来自山东，实习配音助理；女嘉宾张女士，23岁，来自山东，实习人士。来，有请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啊！主持人好。谈了两年恋爱了是吧？对。啊，你是觉得他冷暴力是吧？不是，我是你觉得他冷暴力，对吧？对。然后你觉得他不关心你是吧？嗯。所以俩人来这儿了是吧？这一次节目是我要求来的啊，主要是我们俩谈了两年了吧？嗯。然后他这个脾气是一直都没有改变过，一生气啊就一言不合冷暴力。有一次我朋友来，我说那大家伙一块儿出去吃个饭呗，介绍认识认识啊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了什么话，然后我没理他。因为当时太投入聊天了，然后紧接着把头一转，我怎么哄哄不好，然后我朋友也看出来了，到后来我朋友和我一块哄，然后还是哄不好，就是他始终不愿意和我说话啊。为啥不愿意跟人说话啊？他光说我冷暴力，他怎么不说我为什么对他冷暴力啊？你为什么对他冷暴力啊？你看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这边没说完话他就扣我电话，经常这样，搁谁谁不生气啊？他说这个扣电话，我是在出差的时候，然后因为坐火车嘛，然后当时我正在那儿检票，他一个电话给我打过来了，啊，我说有什么事儿，要不然一会儿再说，然后我直接给他挂了，然后他就说啊，我挂了电话。关键是你这次是在检票，那后边那几次呢？就这一次有解释，后边都不解释了。他现在就觉得挂我电话就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成习惯了，你搁谁谁都受不了。我给他发微信，不管给他发几条他都不回，然后你说不回就算了，他还在朋友圈发自己自拍，然后还给人点赞，你说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我的呀？我不是做配音的吗？我是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，信号肯定是不好的，有时候可能说我发张自拍照，但是我当时是在配音那个棚里的，发的时候信号不好，然后我出去上个厕所的时间，他可能就发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的，我就感觉他可爱的你呢，你也别解释了，你不想回就是不想回，你别说那么多理由。不是，我现在感觉的是我们俩现在信任度没有了啊。怎么跟信任扯上关系了呢？因为当时我也是带他出去玩嘛，然后把他介绍给我朋友认识，一开始我很信任他，我说那我手机密码什么我都跟你说，然后我指纹也是让他录上了，然后他都有，然后我出去上了厕所的空回来看到他在那翻我手机啊。你说你看我手机可以啊，你当我面看，但是你这背后的翻我手机，这看了是不是不尊重我呀？你这让我真的感觉心里可难受了。看完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不就好了吗？但是我就是感觉这就是不信任我。那你就跟他说嘛，你看到什么了吗？有什么吗？不是，因为当时就是都是他朋友嘛，然后我手机没有电了，在 KTV 里面充电，我拿手机一直玩游戏，他玩游戏不需要微信那个登录嘛，然后正好他那朋友来消息了，正好我也认识，我就顺手帮他回了，然后也不是说什么不相信他，然后看他凭什么回人手机的微信呢？因为只是一个简单问候，他就问他在哪，然后我们在 KTV， 我就该回了在 KTV。那也不该你回吧。